这是我的姑婆，我妈说我才知道，不然我都不知道。来我家那个我的国语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叫西妈，但是我不知道西妈是什么意思，应该是叫她吧。在赶鸭子。带鸭就可以的吧，任务完成了就把它送上来。我们现在要去吃结婚的饭。明天你来操作的明天。我妈给我200块让我包红包，这一顿晚餐。来了，坐坐了。妙球，我们妙跟他，他拿着红包。哎呀，我里面。陆陆续续的坐齐了，待会就要开饭了。我们江西的菜里面还有水饺。边吃边上，边上边端。今天太冷了，你看我的心。好冷啊，越吃越冷。这也有糯米饭，之前不是没的。王辉，你家里400，你就扔在哪里好不好？来，恭喜！好，恭喜！完了，吃完了，下桌了啊。Tomorrow。现在已经开始了，准备了。今天真的有点冷了，今也是硬的。哎呦，像我叔叔家的这个盆水，哇，都是冰块，看看冰有多厚，哇，真的好冷，我的手怎么搓都搓不热啊！哇，这边还有冰块，谁弄的？都是冰。在我家办酒，我妈，哎呀，看到我的烟了没有？就鼻涕一直流，冷。因为我家办酒，今天吃晚餐，大家客人都会晚上的时候来我家，然后包红包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记账、收红包。他已经里面准备了瓦斯炉。这个也陆陆续续的开始了，这是承包给专业的，这边在洗菜、杀鱼，还有鸡，这是啥？这是鱼。我爸今天去镇上买菜，然后那结果都卖完了，然后又把车开回来，然后又去市区买了，上劳市里买菜了。办喜事的特别多，都是这几天好日子，赶快大家办一办，办完之后然后再出去打工了。所以呢，连菜正常的菜都被卖完了，跑到市区去买。我上了，跟上了，姑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介绍了这么多，哪里找啊？不找了。那边喝酒跟这边喝酒，吃的不一样啊。我们这边都是炒盘，反正都会办喜事，结婚一定会宴客。快点，我去看新娘子了。快点，慢点，小心。看新娘子了没有呀？我看一下我堂妹，她今天结婚，哇！你开始。越多越好。
给多少红包呀？小哥掉新娘子，今天不差了。好，我爱你。你说我爱你，保护一辈子。完了。小玉她也太坏了，她在我面前炫耀她的老婆。对，回家我们要没老婆，要不把那只公鸡带过来，她有三个老婆。好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一辈子照顾她呀。啊，你不要这样说，家务活这辈子都你干了。要对着心看，我也是你干啊，家务事也是你来干，我三从四德，我很不能信服不起啊，我们家有这么多强大的后盾啊，对，你们人太多了，知道就好记。这是谁呀？妈妈，妈妈，来，哎，听财了，听财了，好嘞，再填一个。你先学习一下，好吧？好了，大家都活动起来了，该你们。嗯，明天就是你妈了。开始了。蝎子，我们已经知道在哪了，就是不说。去吃饭，开席了。吃饭了，开席了，快点去坐好。去坐好。快点去坐好了，坐好，也准备了，快点，我们要去坐位置了。出发！我是席，今天坐这一桌。我是老大这一桌啊，年纪我最大，都喊我姐。都是先冷盘先上，对。有凉拌猪耳朵、凉拌鸡脚，还有牛肉片，还有水果。哎，先不要喝那么多，待会儿吃不下了啊。难喝吗？不会，这营养快线。好，你很强哦，一直在吃这个，真的不怕辣它。这是我的堂小侄子，另外一个凉拌猪耳朵其实蛮辣的。那管家妈今天去，我出个包包的。你们聊啥呀？给我拿去吧。你爸来，我那时候没指望你算好的，那就杀鸡的，杀鸡买菜，拉不拉？但是杀鸡，我妈那个土匪菜都卖完了，你那么早去就卖完了？今年就卖完了，六点了，这么下来？大意了，这几天会是比较大的，结婚办酒去的比较多点哈。周宝鱼来了，预备，对，开始抢。开始。这人家那个直播，是吧？先给粉丝吃了。你今天来的辣不辣？他在这里讲没有？你说虾多少钱一斤啊？鳄鱼150到400。姐，你要不要？45一斤，好。来点吧。谢谢。发喜糖了，谢谢。来一个老婆，来一个，好可爱。好，一人一个。好，姐，姐，我想听到姐。哇，喜糖哎！
你的呢？有有有，在这里。哎，好，你把它带回家。好好好，带回家。好，杨子要敬酒了，正好就到我们这一桌来了。来来来，刚举杯了没有？等一下，你的杯子呢？你的杯子呢？来，给你。拿着，来一起跟新娘子敬干杯，干杯，新婚快乐，好好，谢谢，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，好，就没了，姐，什么要什么呀？我要去穿好这个领带，这个领带在带我，祖祖的那个顶链，来，我放这里，我刚把祖祖放这里，小半小半放在这里，就是祖，我们试试看这个。憋是吧？九甲鱼，甲鱼，哈憋，哈哈哈哈憋，都可以的，跟我这个头上不一样，这种。来吃一只王八，都快点吃完了去，都是你要干净嘞，谁叫你把饮料倒下去嘞？拿来。来，我们这一桌就是先你洗的，拿下我的喜糖。你们不都浪费，我操！怎么啦？跟俺在，你在那订的。螃蟹没吃啊？吃蟹黄的呀。啊，是啊，可是蟹白那个白色更好吃啊。我就想。Later。现在在用这个灯笼，然后我妈给我安排了这个礼金。现在棚已经搭好了，树上的话也挂上了红灯笼。